N 打上路全是这种 AP，我每一把打上路都是这些 AP。谢谢七舅老爷。好搭子的。还有个500块现金红包啊！哎呦我操！挺烦人呐。感谢孙悟空蓝厉害。我回家。先来个小魔抗吧。还有4分钟开奖啊！还是没出啥，还是没出啥，还是没出啥呀？啥也没出啊！精神病似的，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啥。你说你那好几个兵，你不收，你打我一套，你是不是有病？
绝对的有病，精神病。来个大魔抗，呀，出海鲜大餐了，恭喜。这个不是猴哥，救命啊！确实是行啊。原来还可以这么玩。老熔炉又燃起来了。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！我往这边走了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漂亮，这下路也太菜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波给他漏一个破定给他啊，还有30秒开奖啊，他不能走，这人他妈的我就纳了个闷了，这人啊怎么就能猥琐成这个样子呢，你这一波我主动漏破定给他能有感觉，这不可能有感觉的，这能感觉得到属实是不应该的，吃他几层塔皮，那真是个怪物。
是信徒们需要神明。这把我感觉我是版本答案，兄弟。这个眼儿不能排啊。下路啊，哎呦我的妈呀。这也太亏了吧，我的天哪。呀，为啥不能撤销啊？因为我没卖，行吧。谢谢海王。哪来的跳弹？哇，好长的突进。只是一面墙，把我的关在这里。哎，包女儿肯定搁旁边，百分之百搁旁边，咱就不杀他了啊。真能送啊，中路也不好杀，现在就上路好杀，中路也不好杀。哎，哇，好猛啊！这挖掘给，能留住吗？一千起飞。那 ADC 直接让我控天上下不来。哎呀，终究还是个 ADC 呀。不过如此，
鞋咱就先不补了啊。可以接受。没有大呀，兄弟们！这好痛！哎呦，快闪！这个大奥恩的羊哦，这个回来的羊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吗？是可以控制距离的吗？我看看啊，不可以控制的吧？就必须是最远的距离，他自己羊过来，对不对？法御一会儿，着什么急呢？你说，我给你打打装备呀，不是？哎呦我的天哪！版本拿也赢不了游戏，那 ADC 一杠十啥玩意儿他也赢不了。等我们十三级啊！安妮儿有没有闪啊？没有闪就算了。那 ADC 比我等级都高。打龙去了，给了吧，不要。干嘛？哎呀，我好痛！
兄弟们，我尽力了，剩下的看你们的了。好痛啊，版本答案也不行啊，不够肉啊。当然人家杀了17个。哎，我刚才那波团战打得好完美哦，我感觉简直完美。我得13级，我也得找地方升级呀、啊。那你咋整啊？呀，投降了。哎呀！